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研讨《太上感应篇》汇篇，我们看第22记“金箍续寡，敬老怀幼”。本来按照我们以前刚开始的讲法呢，“金箍续寡，敬老怀幼”呢，应该是第21记，但是呢，净空老法师呢，他在讲这个《太上感应篇》呢的时候呢，老法师是把“金箍续寡，敬老怀幼”呢，把它归类为第22记。那我们了解一下呢，在华藏净宗学会所印的红色的枣红色的这一本原文本里面呢。那么目录呢，忠孝有悌是分开的，但是在《太上感应篇》的原文里面呢，忠孝有悌它中间是没有标点符号的。但是我们啊，遵循老法师的教诲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把它归列为第22记：金箍续寡，敬老怀幼。好。我们来看这个课本的第280页第三行，以铁桥曰：“孤寡，人生之不幸；老幼，人生所必立。今续尽怀，亦是自然而动之良心。”果会天下之凶，未有乐语宁孤必寡，无老妻幼者，然文王之政不过曰哀此穷笃，夫子之志亦不过曰老安少怀者，何也？善心一生，善量难满，无力者故当尽其心，有力者当走走实实，行出精绪事体，亲亲切切做成尽怀功夫，不可徒以方寸色者也。白太傅诗云：“岁时春入少，世界苦人多。”又云：“物勤小可恋，仁义老多迟。”人人之言，读之哀然。好，我们先这一段呢，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下一段等一下我们再讲。那我们先来解说呢，这个字迹解说。这个以铁桥呢，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它的这个开示啊。这个以铁桥它是叫以觉寺啊，它的名字呢就很有意思哈，觉寺就是觉有情，我们说自觉觉他觉醒圆满。那换句话说呢，以铁桥这位当官的人呢，他本身他很有出离心，他也知道呢，世间无常，国土委脆，人命在呼吸间呢。人生就像舞台一样啊，无常什么时候来没有人晓得，所以到底无常比较快呢，还是时间比较快呢？对不对？曾经有弟子问一个师父说，时间比较快还是无常比较快？我们一般人都会说，哎呀，因为世间人没有无常观念嘛，当然是时间啊，
错了，无常快。所以佛陀呢，在四十二章经里面讲呢，生命在呼吸间。啊，有弟子跟佛陀说了，在生命呢，在一餐饭之间，佛陀说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说吃一顿饭，吃一顿饭搞不好，就一个老先生在吃粽子的时候，那个粽子塞在喉咙就死掉了，那一餐都还没有完成啊！啊，所以生命呢，真的是很可贵。命光啊，所以我们讲生命叫命光啊，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珍贵，所以我们要把握呢光阴啊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嘛，所以以铁桥本身呢就很有这一种觉悟世间的这种出离心，很难得。他是明末清初山东人，他字子仙，号赤山，别号铁桥山人。你光看这个铁桥山人，山人一般来讲都是修行人啊，在山上搭个茅棚，一般都是指修行人啊，山人都是指修行人。他在清顺治十六年当进士，后来当知县，后来也到广东呢，啊，担任这个学政，啊，担任布政使司的参议。他很会写诗，他曾经有写过的著作呢，《居巢》《史业》《岭南》等诸集。那么再看下面《金序》，这个“金”呢，我们讲说哀金勿喜。这个“金”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要同情。啊，哀金勿喜的意思，这个“金”呢，就是你要灵敏；“序”呢，就是要抚恤。体系意思，自然而动之良心。自然而动之良心是什么？良心是性德啊，它自然感化的啊。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从体起用，舍用归体啊。体是什么？体是我们的心体啊。我们这个心体在哪里？你找不到啊。佛法里面讲米之了不可得啊，你说你心拿出来，拿得出来拿不出来。以前有一个人分享佛法，他讲佛陀的开示啊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啊，诸受是苦啊，都是讲这些佛陀的开示的道理啊。那么下面就有一个人就问啊，说你们佛一直讲心，一直讲心，啊，心在哪里呢？这个是标准外道。什么叫外道？就心外求法。所以世间人啊，都有那种断见、断灭见，或者邪见。所以这个被归列在佛陀讲的见识后里面的见惑。断见是什么意思？人死了又什么都没有的断见呢？就像人死以后就烟消雾散啊，那你要问他说，那你从哪里出来的？他还讲不出来啊。所以佛法呢，都是讲三世因果，前世、今世、来世。我们佛法讲的啊，世字本一家，迷的时候呢叫阿赖耶识，悟的时候呢。叫做根本智，叫做后头智，叫波罗。那你反迷归悟以后呢，转世成智成佛了，那就恢复本有的性德啊。所以叫世智本一家，真妄是合合的，迷的时候叫妄，悟的时候叫真啊，真妄是一体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心呢，就是真妄合合啊。就是四字本一家，你现在都是用妄心呢、啊，你现在都是用阿赖耶识啊，都用你的毛病习气啊，那个就是
阿赖也是啊，阿赖也是，也是无量无边啊。那刚才我们讲说，从体起用，所用归体，那个心体，你找不到它的体，但是作用恒河沙。比如说，我们以前常讲的，在眼一见，在耳一闻，在鼻能嗅，在舌能尝，在手能抓，在脚能绷。我常举那个酸辣汤的理论，你要想知道心在哪里，我用酸辣汤是最贴切的。酸辣汤理论呢，也大概是我讲因果以来，我对心性的一点点浅显的了解。那是因为有一次，我到台北市的一家素食馆，我看到一个小姐跟老板点了一个酸辣汤。我本人也喜欢吃酸辣汤，那我们习惯酸辣汤都一定要热的嘛。结果那个小姐呀，人也没有习气，这样看都看出来了。她坐下去，老板，我要一碗酸辣汤。隔不了两三分钟，老板就把酸辣汤端出来。因为老板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点酸辣汤嘛。老板当然不可能，你马上点他就去煮一碗小小碗的酸辣汤嘛，他一定是煮了一锅在旁边等嘛，那当然是保温呢。结果那个小姐酸辣汤一把它端到他的前面，他用舌根一尝咬第一口，各位注意听哦，他咬第一口，他知道对不对？我们说第一念，他咬第一口，哎，这个酸辣汤温温的，不热。这个从第一念到第二念，我们见不到，都是我们的妄心，我们见不到。所以你看，他到第二念的时候，他起来了，他不知道。所以凡夫都是起心动念，菩萨呢，法身大士以上的不起心不动念，我们称他那个功夫呢，叫做念解平等，一念跟一解是平等的。有些人说啊，一念跟一解怎么会平等呢？哎，法身菩萨证得了，因为他入不二法门了嘛。我们讲《华严经》里面讲，啊，一多不二。《佛经》里面常讲，戒子那须弥，须弥那戒子。你说须弥那戒子，我听得懂。你说戒子那么小，芝麻戒子，怎么可以把须弥山包括进去呢？这个叫戒子那须弥，但是如果你开悟以后，你证得法身了，你只要破根本无明，你就证得这个境界的，叫一多不二，念解平等。他的第一念，他念念平等。我们大势至菩萨《念佛圆通章》里面讲的，叫做什么？净念相继，那个功夫我们称叫三昧，叫定慧等持，或者说像佛陀的所楞严三昧，这个是法身大士以上的功夫啊。见识后断了，尘沙后断了，再破根本无明。如果你照唯识学里面讲，啊，分别我执，分别法执，即生我执，即生法执，全断了，实地满心，转八识成四智菩提。那个时候，
见到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。所以你看，圣人他见得到，那凡夫，你看那个小姐点的那个酸辣汤，他见不到自己的心已经动念了，可是烦恼就来了。所以《地藏经》里面讲说，起心动念，我不是业，我不是罪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这个心体在哪里？这个心体就是在他刚才舌根碰到那个酸辣汤的第一口，知道的很清楚的那个知，那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，叫临知性。那个叫做见闻觉知，老法师讲的。但是迷了以后，第二念分别执着妄想，迷了以后，那个见闻觉知就变成五蕴烦恼，色受想行识。色，那一碗酸辣汤，我吃下去有感受，对不对？冷的嘛，温的嘛，想，哎，怎么它不是热的呢？行，嘴巴就动了。老板，这碗我不要吃。是，毛病习气又种下去了。刚才那个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动的第二念就是毛病习气，但是他没有见到。那么刚才讲说受受想行识，那个是。阿赖耶识又照下去了，照什么下去？又是种子起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熏就好像那个香，你把它熏，或者烟，你抽香的人都知道，熏久了，这个地方都会黄黄的，对不对？都会有烟味，熏呢、啊。种子是什么？种子是我们的行为记录，我们警察讲的。前科记录，当然我们现在在三界内的众生啊，前科有善跟恶的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跟他解这个例子的酸辣汤的例子，就是说你怎么见得到心体呢？心体在哪里？在你吃酸辣汤的第一口，它已经起作用了，这叫从体起用。用什么？在眼一见，在耳一闻，在鼻能嗅，在舌能尝，你的心体透过你的六根产生无量无边的作用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佛？黄念祖老居士讲了，把这个百千万亿的妄想，因为太多了嘛，百千万亿的妄想转成一念阿弥陀佛。因为你不可能做到法身大士的念解平等嘛，你不可能做到净念相继嘛，因为那是开悟的境界啊。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？要用念佛的方法，最后练到后来，练了无练，无练而练。所以老法师说，你六根接触六尘，通通转成阿弥陀佛这句佛号，你就可以做到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，不自色声香味触法布施。布施是什么意思？舍掉了吗？舍掉那个贪爱嘛，舍掉那个嗔恚嘛，舍掉那个愚痴嘛，舍掉那个傲慢嘛，舍掉那个怀疑嘛，舍掉贪嗔痴慢疑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讲意识自然而动之良心，良心是儒家来说啦。如果佛家来说的话，就是我们本有的性德清净心了。自信、本性、佛性、真如，都是这个
良心的意思啊。那为什么他自然而断呢？华而如是，他本来就是这样。就跟什么叫华而如是？为什么糖是甜的？华而如是，糖就是甜的啊。所以这个自然而断就是六根接触六尘，这个心体自然产生的作用。只是你因为自然而动了，你这个良心呢，这个信德呢，迷了以后呢，就被解合成，那良心呢，就变成毛病习气了，一样有感应，但是呢，变成毛病习气，啊，就像乌云把月亮遮住了，乌云把阳光遮住了。那阳光在不在？在，照性也没有起作用，有，但是乌云太密了，阳光透不出来，所以就变成乌天暗地。所以你迷的时候，六根接触六尘，叫乌天暗地。你悟的时候，乌云散开，耳之华之破了，再破根本无明。晃光动地，你看心体都没有离开你啊，所以心经里面讲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对不对？不生不灭啊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就讲这个境界啊，讲我们的心体啊。所以我们一般都说再胜不增，再烦不减。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讲的那句正果的开悟记，其载其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主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每一个人都有。所以刚刚讲说阳光在不在，阳光一样在照，可是因为乌云太厚了，所以乌天暗地，乌天暗地就是我们的烦恼，我们的无明习气，我们的后业苦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再下来，这一个会有乐以临孤必寡，临孤必寡呢？啊，这个在《太上感应篇》里面呢，也会有这句经文在后面，以后我们就会提到。临就是欺负，欺负这个孤儿，逼寡就是侵犯了这个寡妇，逼迫了这个寡妇，哈。那么再下来，这个懒文王之政，不过曰哀此穷堵。这整句的经文呢，在哪里呢？在孟子的《梁惠王》偏向，他原文是这样：王曰，王政可得文语？对曰，习者文王之治其也，耕者久衣，士者士禄，官事积而不增，则两无尽，罪人不努，劳而无妻也惯，劳而无夫也寡，劳而无子也独，幼而无父也孤。此四者，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。文王发政施仁，必先施四者。诗云：苟以富人，哀此穷堵，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。啊，哀此穷堵就是从这个《诗经》里面啊出来的。那么刚才念过的这段《孟子梁惠王篇》下的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是这样：齐宣王问孟子说：“
王政之法可以讲给我听吗？什么叫王政之法？就是怎么去管理一个国家啦，怎么去管理人民啦，你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呢？孟子说，从前文王周文王在担任西伯行政的时候，周文王是从西伯开始发迹的。他治理岐山的时候，耕田的人只要把收入的九分之一捐给国家，供给国家，做官的人事事都可以有俸禄，吃官事仅不过稽查。吃官事就是说，可能在通过这个关卡买卖的，你要通关进货出货要买卖的，或者旅游你会经过这个海关，好，或者关卡，这个叫吃官事，仅不过稽查，看一看就好了，啊，就像我们现在旅游出关一样啊，现在都有 X 光机啊，啊，有这个很精密的科技在扫描啊，啊，你也不需要人家这样东翻西翻呢，啊，啊，这叫吃官事，仅不过稽查，并不收税的。那么池中呢，就是水池里面也不禁止人家捉鱼，犯罪的人呢只有本身受刑，并不连累妻子，年老的时候没有妻子叫做鳏，我们叫做鳏夫啊，年老的时候没有丈夫的人我们称他叫寡，但这不一定是年老啦，哦，你是先生丈夫很早就死掉，你也可以称他叫寡妇啊，啊，不能说是等到年老，年老是他老，他的丈夫死了，年纪大了，那我们称他是寡妇。可是现在有些年纪轻的，他先生也死掉了，那也叫寡妇。那么年老没有儿子叫独，孤独。那么年幼没有父亲的叫孤，我们称他孤儿。这四种人是天下的穷民，没有地方可以告体。什么叫告？告就是没有地方可以依靠的，他是没有任何依靠的。文王施行德政的时候，文王在施行这个恩惠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派这四种人。那么《诗经》上说，那些富人真舒服啊，可怜那些单身汉一点都没有依靠。所以这个文王之政啊，不过曰哀此穷独，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，给我们一个启发。文王之政代表仁政，因为文王是一个仁君，所以你要做一个让人民爱戴的国家领导、国家元首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他这里讲哀此穷独，换句话说，用现在的语言叫照顾弱势了，对不对？照顾弱势就是什么？穷独啊，鳏寡孤独啊。所以我觉得台湾这几年有做对一件事情，我们台湾老政府都禁止老百姓赌博嘛，啊，但是老百姓你就跟他禁止，他还是要赌啊。就警察最辛苦，抓赌场都抓得气喘如牛啊，这抓赌我也抓过啊，很辛苦啊，还要攻坚，还要破门而入。而且现在赌徒都很聪明，啊，铜墙铁壁，还给你装监视系统。那后来台湾政府就干脆，啊，好了，那就彩券啦，彩券嘛，好，啊，那我们想说中乐透啦，啊，彩券啦，啊，所以每个月都会诞生几位亿万富翁啊。那谁有可以再卖这个彩券呢？
就是这里面的残障啊，身体啊，知能哈，身体这个知能啊有残缺的人呢，他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啊换售这个彩券的这个彩券行的资格。那么这也可以讲说是哀辞穷读啊，而且卖这些彩券的还要提拨相对的一个这个累积的这个奖金呢，来照顾这些弱势，这都是好事。还有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常常在台北看到，台北或者全台湾有很多这个佛寺、公庙，就是一般宗教的公庙，就是比如说像啊道教的庙啦，有些佛寺啦，那他们财政比较健全的，哎，他们就会建一部车。啊，就是救护车，那救护车一台都台币一两百万呢、啊，啊，那现在更普遍呢、啊，买什么？买那个富康巴士。富康巴士就是富，就是啊，这个恢复的富，啊，健康的康，这个在台北呢叫富康巴士，它就是中型的车子，但是它。车子后面可以有升降下来，那坐轮椅的、行动不方便的、脊椎受伤的啦，好，或是生下就残障的，他坐轮椅的啦，这算是很苦了。哎，他想去哪里？比如说他想到台北西门町，他就可以打电话到指定的地点。哎，这个残障人士呢，就可以用轮椅呢。上这个富康巴士，他就给他送到指定的地点，跟市民一样的权利嘛。这某一个城市他来讲，也可以叫平等啦。还有台北市，他要求政府机关，不是只有指台北市啦，全台湾都一样。你只要公家的建筑物，一定要一个无障碍空间，就是一个残障人士他们的那个。轮椅的那个上坡道，你一定要坐那个上坡道，那个叫做无障碍空间。我们华严经啊叫平等法界，所以华严经里面讲事无碍，理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是无碍法界，无碍法界就是平等嘛。所以呢，这个照顾这个弱势呢，是最容易赢得民心的。也是政府的责任。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，夫子之志亦不过曰老安少怀者。这个老安少怀呢，我们以前都讲过，那我们再讲一次。他这个这句话呢，出自《伦理公制长篇》第五。他原文是这样的：颜渊记录事，子曰。何各言而至？子路曰：“愿车马依亲求，以朋友共，必子有无憾。”颜渊曰：“愿吾伐善，无私劳。”子路曰：“愿闻子之志。”子曰：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这个老者安之跟少者怀之合起来，就是我们这里这一句老安少怀，从这一句出来的。那么刚才练过了这一段伦理的原文呢，它的白话的意思是这样，记录呢就是指路，子路呢，他在兄弟里面呢，他年纪最小，所以称叫季，季就是末后。那么士呢，士就是胡士，陪在长者的旁边叫士，他胡士孔子嘛。和就是什么？是啊，
你们何不讲一些你们的愿力呢？你们的志向呢？这叫和。那么颜渊呢，跟子路陪侍在孔子身旁，那孔子就说了，他说你们何不呢各说你们的志愿。子路就说了，他说我愿意呢用我的车，我的马车，我的衣服，我的皮衣给朋友穿，跟朋友共用。这个子路呢心量也很大，有些人的车呢那不可能给人家共用了，尤其开比较好的时候，宾士在大陆叫鹏驰，对不对啊？台湾叫 BMW， 大陆叫宝马啊。以前我一个朋友是一个企业家啊，他喜欢赌博呢，他太太就给他烦啊，他把支票本带去，赌输了呢现场开支票，他回来老婆就跟他大吵一架，有时候都要闹到离婚了，要不然就打架，要不然就相骂。他就跟他老婆恐吓了，你再骂我，我就再多开一张。这是习气毛病。他开了一部呢1600万的劳斯莱斯啊，非常高级非常豪华的轿车，1600多万台币。他晚上睡觉啊，因为他是车子停在车库里面，他只要听到猫叫的声音，他就吓得晚上睡不着觉，赶快跑下来看，猫也没有跑到他的劳斯莱斯的车子上面，把他嘎刮一横。各位，只要当男生都有这个经验啦，不要骗人啦，我也不例外啊。我早期的时候啊，30几岁的时候啊，就开什么开美国进口的100多万台币的啊，这一个Toyota， 我们台湾叫丰田 Toyota Camry 的130几万，要不然就是本田雅阁的 Accord 120几万的双门跑车啊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年少轻狂过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呢，30几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就真的比较台湾的用语叫比较拉风啊，不晓得拉风在大陆要怎么解释，就是比较时髦了啊。现在啊，现在有一定的年纪了，开一部车现在已经开10年，现在总价值呢不过是10来万而已。那一天给人家估啊，他说他给我估啊，我记得只剩下台币12万了。这个算不算境界提升呢？从130几万开到现在剩下12万的车子，开的我不亦乐乎，都舍不得丢掉，也舍不得卖掉，开的我自得其乐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我们儒家讲的安贫乐道，对不对？你坐宾士的跟我开这个车一样可以到达目的地啊，但是坐宾士就不一样哦，哎，过去走过去开过去还要引起你注意，按喇叭嘣一声让你注意一下，停在马路边怕人家刮到啊，开出去怕灰尘怕雨淋到，照顾的比太太还周到，所以常常都会有先生照顾那个车子啊，爱车啊，啊老婆就会吃醋啊，那个爱车比我还重要，这男人的通病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习气毛病。所以你看子路呢，他这么有德行，他说我愿意用我的车、衣服跟皮衣呢，跟朋友共用。哦，啊，避之而无憾，用坏了我也没有遗憾了。
这是什么？主路很容易放下来，主路很容易看破，所以他放下来不一定看破。老法师讲，放下不一定看破，那看破一定放下吗？因为看破要有智慧啊，啊，要有大智慧才有办法看破啊，要了解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，看破就是什么大彻大悟啦。所以看破一定放下，放下不见得看破。比如说你放下钱财，对钱财的爱好，那不见得代表你看破哦，你可能还有其他的执着哦。那我刚刚讲说我那个朋友开1600万的劳斯莱斯的这位先生啊，后来接触佛法，善知识给他接引，他说你何苦呢？你何苦拿1600万的车子来绑自己呢？把得你痛苦不堪，晚上睡不着觉呢，你干脆把它舍掉好了。他就真的把它捐给他的师父了，去做慈善救济的工作，就把1600万全部都把它布施了，这叫舍掉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子路呢，就是他呢有这样的度量。啊，他很容易放下来，人家给他用坏了，他也不会埋怨。那颜渊就说了，他说呢，我的志愿呢是不称赞自己的善事。颜渊可能他做很多好事，但是他不自己标榜，也自己不称赞，不以劳苦施加于人，而且他也不会增加别人的痛苦，不想去麻烦别人。这个皇书里面讲了，有善而自称，你有做善事喜欢自己夸赞的，这叫华善。华善师老，这个华善是这样来的。那孔注里面讲，不以事自施以人也，啊，叫华善师老，啊，给别人添麻烦，这叫师老。好，那颜渊呢，他不喜欢夸赞自己的善事，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。啊，那这个都是善行。那么子路就说了，啊，我们愿意听听呢，夫子你的志愿。孔子就说了，老者安之。他说老年人呢，要多给他抚恤，多给他关怀。使老年人呢得其所安，这个呢，老年纪一大以后呢，年纪一大以后有老伴还没问题，没有老伴就很可怜。我前几天呢、啊，听我们一个杨技师跟我讲，以前我在基隆金钟学会，我在讲座也提过他的名字，阿英姐。这个阿音菩萨呢，他常在基隆金钟学会，我在那边讲经的时候，他煮素食给我吃。他的姐姐大他几岁，两个姐妹感情非常的好，从小一出生啊就有善根，诞生在我们新北市，以前叫台北县瑞芳那个地方，比较算是比较偏僻、比较落后的地区，家里本来就穷了嘛，难得吃一块鸡肉啊。那我听阿英姐跟我讲，以前他们两个姐妹坐在一起，他们全家四个姐妹，就他们两个感情最好。现在两个都学佛，其他两个姐妹没有学佛。那么他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他妈妈就给他夹鸡腿或者鸡肉。那这两个姐妹就很有默契，趁妈妈不注意，砰就把那个鸡肉往桌子底下丢，给猫啊狗啊就咬走了。这么有善根，
所以那个代表什么？代表他前世是一个吃素的人，最少他是不造杀业的。所以那个阿英姐的姐姐就很长寿了，我现在印象中应该是已经接近90岁了。以前在下面都听我讲《金刚经》，都已经八十几岁了。听到后来心肌梗塞、血管阻塞、心脏那个血管阻塞，紧急送医院装那个支架，我们台湾叫支架，就把那个血管撑开，那叫支架，对不对？最后把那个血管再撑开，又活过来了。我以为他会往生了。前几天杨师兄有去看他，说被他的儿子把他送到养老院去了。杨师兄跟他太太去看他。杨师兄跟我讲，他都跟他讲负面的这种想法，负面的这种说法。他都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儿子不要我的啦，啊，我的孙子不要我的啦，我是被抛弃的人呐。”本来孝廉讲堂啊，是有做慈善工作，但是不是很投入。我们讲慈善、因果、护生、教育是孝廉讲堂的四大的一个弘法利生的一个目标。我们修净业三福，也要修十三业嘛。孝养父母，第一福孝养父母，奉师长慈心菩萨修十三业，十三业就是慈善啊。我们莲友里面也有人在做老人关怀。我知道大陆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推这个弥陀村，就是安养院，老人的安养院。度他们那些老人呢，吃素，度他们念佛，关怀他们。台北这边就有一位正义法师，我所知道的，他就常常带莲友到养老院去，我们台湾叫养老院，去讲故事给他们听。拿我编的那一本《现代因果报应录》讲给那个老伯伯、老奶奶听。我早期的时候也有跟几位佛教团体到孤儿院、到养老院去关怀。我是很会主持这个节目的，我们会设计一个节目来跟这些老人互动，除了准备很丰富的世俗去供养他们以外，还要帮他清扫环境，甚至呢会请师兄师姐帮他们按摩，帮他们沐浴啊，或者是帮他们清洁，然后呢再配合一些呢让他们能够放开心情的，比如说歌唱啊、才艺表演啊。所以我那一天听杨居士讲说，阿英姐的姐姐呢被送到养老院，我就发了个愿，我跟杨师兄讲，去关怀他姐姐的那个养老院，我来去呢关怀他们，让他们可以呢离苦得乐，让他们可以转苦为乐，因为。杨师兄说呢，他们几乎都在埋怨，在痛苦。其实呢，我们《地藏经》里面讲，南无九华山幽冥世界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。老法师说什么叫幽冥世界？我们如果照字面上解释，幽冥世界好像是地狱，对不对？老法师说他有另外一个表法，幽冥，幽就是隐藏，冥就是黑暗。你堕落在黑暗的天地、黑暗的日常生活里面，你烦恼习气深重，你执着放不下，你情执放不开，
你活在自己的无明世界里面，那个叫幽冥世界。像我一个连友，他姐姐以前是学佛的，听说以前一天也是好几万声佛号啊，好几万声佛号啊。但是因为他到现在年纪也大了，五六十岁了，因为某种因缘没有结婚，孤家寡人，结束他的事业工作以后，他说他把自己关在他的书房，关了将近二三十年。我们这位连友跟我讲，他的姐姐得到重度的忧郁症，不想见阳光，不想见人，不想跟人家互动，他就是在幽冥世界，都是希望我们去跟他关怀的。现在忧郁症的人很多啊，躁郁症的人更多啊。昨天我们拜赞扎赞共修，华藏净宗学会的秋美师姐，她是排位组的，华藏双溪小组的负责填写排位的这个秋美师姐起来分享，我很高兴。她跟我讲，她有一个连友，暂且不讲她的名字，跟她十几年了，听老法师讲经，诵无量寿经，一样持号阿弥陀佛名号，但是业障没有消，生意也做很大，也是富贵人家，但是这十几年来，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的严重。什么症状？接近躁郁症，一直想要去自杀。曾经也在双溪小组想要往山下跳，那个山又不高，怎么往下跳？跳下去顶多皮肤受伤。看到大海就想往大海冲，看到高楼就想往下跳。他那一天来我们这边拜占察忏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推占察忏。藕益大师就讲：众生不了业报因缘，不明白业报因缘，妄知断恶修善，不知道断恶修善。所以在修行过程里面呢，障碍重重。所以不能先修定慧，应修忏法。不能先修定慧，就是你不能够先想要说，我赶快得禅定，我要得智慧。他说不能先修定慧，应依忏法来修行。结果这个秋美师姐就讲了，他说那一天那个师姐在我们讲堂拜占察忏，他说拜不下去啊。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拜得下去的。有一个师姐堕胎很多小孩啊，她拜第一次的时候跟第二次跟我讲，她说黄老师我拜不下去啊，我站起来头脑胀啊，我晕晕的，就好像我倒下去啊。我说你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，千万不要退转，也不要挫折。她退转了，现在不来了。那刚才秋妹讲的说，那个师姐她在讲堂上次拜的时候，她就拜不下去，就她拜不下去，她就观想说：“地藏菩萨，你救我！地藏菩萨，你帮帮我！地藏菩萨，你让我拜下去好不好？”因为讲堂就供养九华山地藏王菩萨嘛。结果，她真的把他拜完，拜完以后。当天晚上回去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很多很多的蜘蛛啊，
我们的蜘蛛网那个蜘蛛啊，其中有个大蜘蛛，人面蛛身，蜘蛛的身，但是头部呢是长成像人的样子，人面蜘蛛身，递给他一本合约，跟他和解，跟他和解，然后两个要盖章，盖手印，盖那个手印呢，他梦中知道，是用他的血跟猪猪的血下去盖的，这什么意思？他接受他的忏悔了，冤亲债主接受他的忏悔了，愿意跟他解冤释结啊，愿意跟他和解啊，业障就是这样消的，所以他好高兴。所以我们讲无债一身轻一样，所以印光大师说，我们来到这个世间都要做什么？仇债想，仇就是什么？报仇还债。来到这个世间仇债想，用这样去观想，所以我听杨基师跟我讲说，那个阿英姐的姐姐在那个养老院在那边埋怨，那我一定要去赶快去帮她、啊。为什么？她的往生极乐是有希望的人啊。但是毕竟因为凡夫，他有我执有法执啊，他有无始劫的这么多的无量无边的毛病习气种子啊，他不可能事一心不乱。他不可能理一心不乱，他也不可能明心见性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必须要鼓励他，把这个烦恼扶住，不要再埋怨的心就是菩提心，不要再憎恨的心就是菩提心，不要再生怨恨的心就是菩提心，我们要教他这一点呢。我们要教他改念佛代替嗔恨，改念佛代替埋怨，改念阿弥陀佛代替呢抱怨嗔恨，家人都不孝，你能够转过来，那一个心就是菩提心，也是阿弥陀佛的心，用这样的心，十念必生，十念必生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鼓励这个老年人，他到年纪大了，无所依靠的。你要晓得，老人家他躺在养老院里面，身体稍微有点健康，但是四肢不能动了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看到东边的床铺今天已抬一个出去了，西边的又抬一个出去了，那改天就轮到他了，他会恐惧啊，他会害怕。这里讲的金孤虚寡，敬老怀幼啊，所以我们年幼，如果有多余的时间，把握生命，你不要等到说，哎，等我退休再来做，你退休已经不能动了，反而你被关怀了。很多人都这样讲，哎呀，等我退休啊，我要去做什么善事啊，做什么善事啊。等到他退休，一大堆计划，能够做赶快去做，把握当下，精进用功，永不懈怠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弟子就问孔子，孔子第一个说老者安之，跟我们净空老法师一样，净空老法师到全世界各地讲经，他说他都会去参观老人院，
有一次他去新加坡参观老人院，是一个天主教办的修女所办的这个老人院，他给他放的音乐啊，都是现代的音乐。然后法师跟他们讲，他说你应该放30年代的音乐才对啊。老人家就是怀念过去啊，你就放30年代的黄梅调给他听，他就有感动了。等他感动以后，你再跟他说法，先说善法，先说世间法，再跟他说世间的苦空无常无我，再跟他讲生命的真谛，生命的由来，所有因缘无明行识，名受六路住受爱其有生老死，你跟他讲四圣谛苦集灭道，跟他讲十二因缘，最后叫他发菩提心，叫他愿离三宝，叫他心求极乐，发起信念行，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这个时候他就听进去了，先礼立国谦，而后入佛智。刚开始送点心、送素食、送老人家的东西，帮他清扫环境，帮他服务，学老来子唱歌给他听，最后带他念佛，播放净空老法师的讲经的片段精华给他看，甚至也可以给他看感应篇的动画故事。老人家就像小孩子一样嘛，让他忘记孤独，忘记年老，忘记子女没有来看他。好，所以老子安之，你看有智慧的人、圣贤，他都会这样去做这件事情。抚恤老年人，使老年人得其所安。那孔子的第二个愿望，朋友信之，以信来对待朋友，不论是通财，所谓通财就是互相帮忙，有急迫的时候互相援助，这个叫通财，欠善归过，一切以信使无期待之。朋友就是要有通财之意，互相归欠，互相改过，少者怀之，以慈惠来对待少年，年少的人，引发他感怀的心、感恩的心，啊，这叫做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，所以老安少怀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子路呢，他轻财重义，人人可学。颜子颜回呢，他有善而不自称。卿大夫呢，当官应该这样，他不失劳以人民，不增加人民的痛苦。当国君的应该要如此。孔子呢，老安有信少怀，事三者如一家人，境界更高。孔子的境界更高。好，再下来我们看。这个四体，啊，280页的倒数第三行四体，这个四体呢，就是四理道理。方寸摄者，方寸就是啊，就是我们的心。摄者呢，就自己应尽的责任，敷衍了事。好，那么再下来，白太傅。白太傅呢，就是白居易。他因为官当到太子太傅，太傅呢，太子太傅就好像太子的老师一样，所以太子太傅呢，他是一个官，非常的高崇高。所以白居易呢，叫做
白太傅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这个白太傅诗云呢，岁时春入少，世界苦人多。又云呢，物请小可恋，人亦老都迟。那我们先解释前面这一句，岁时春入少，世界苦人多。那么这个句子呢，从哪里出来呢？从晚春登大云寺，南楼正长蝉嘶。这古代的这些当官的呢，很喜欢到佛寺去参访，或者呢跟这个啊高僧大德呢请法对话。那么这个是白居易呢，他到大云寺去参访，他在南楼呢写的这首诗呢，送给长蝉诗。他这个诗的前文是这样，他说呢：“花尽头新白，灯罗亦若火。岁时春入少，世界苦人多。愁醉会饮酒，悲饮不是歌。求师治此病，唯劝独楞且。”这段意境非常的高，也很有意思。但是我去看所有的解释啊，这一段他没有解释这首诗。不过诗歌呢，不要把它解释比较好，那个韵味呢犹存啊。诗变毕竟是那个境界意境非常高啊，除非有必要，否则你把它变白话呢，那个味道就失掉了。花尽头新白，这个也像可以讲花尽是什么？好像说你看到花开花谢了，你已经观到这个苦空无常无我了。尤其我们人一超过50岁以后，你就会感觉生命啊已经走到下半段了。这个从什么都感觉出呢，头发就慢慢白了。所以花尽头新白啊，以及发现自己两鬓斑白啊。所以花尽头新白的意思呢，是关照到生命的无常，年华的老气啊。那么灯罗亦若火，那么你灯罗是要干什么的呢？要远眺，对不对？要看更远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那么你既然知道这生命是无常的，苦空无常无我，我们讲说诸行无常啊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那你要学佛陀啊。佛陀在菩萨因地的时候，他听到那个法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欢喜。那么天帝为了来考他呢，就变成这个罗刹鬼王，就唱一首偈语给他听。他说：“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”这个佛陀呢，当时在当雪山童子。童子就是菩萨，他听到这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哎呀，他心里为之震动啊，非常的高兴呢、啊。他就说呢，那下一季呢？下一季呢？罗刹鬼王说：“我肚子好饿了，我要吃肉了。”佛陀就跟他讲，他说：“你跟我讲下一季。”那我听完以后呢，我的肉身呢就会纵身而下呢，我对地以后，我的肉给你吃，供养你。那罗刹鬼王就继续讲下一句的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即灭为乐。
当你断了生灭心了，生灭心是什么？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的毛病习气，我们的我执，我们的法执，我们的根本无明。当你生灭心断了以后，阿罗汉就是断了生灭心了，他证我空真如了，他就是悟了苦集灭道啊，所以他证阿罗汉了，他破见思惑了。所以白居易讲花尽头心白，那就想说他关照到生命的无常。那我接着下一步要去哪里呢？那我的下一生在哪里呢？我这一次当一个大诗人，当一个大官太傅，那我下一次还能当大官太傅吗？不见得。所以他就问下一句，登楼亦若火，我是看世间的风景呢，还是我要看极乐的风景呢？我要看极乐世界的七宝池、八功德水呢？啊，这叫登楼亦若火。岁时春住少，世界苦人多。他就感叹这个世间呢，八苦。前面那个岁时春住少，感叹世间的成住坏空，生老病死，我们心会有生住异灭。所以岁时春住少，好的时间、好的光阴、欢乐的时光总是很容易过去啊，这叫岁时春住少啊。那世界苦人多，世间啊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，苦的人比较多啊，不是只有生苦啊。你说穷人是生苦，有钱的人也苦啊，辛苦。有些夫妻很有钱，两个同床异梦，各怀鬼胎，对不对？都不想告诉对方他的存款多少余额，也不告诉对方的密码。啊，我一个朋友连柳的哥哥去做环保工作，因为环保车上面环保回收了没有绑好，他开到一半发现东西掉下来，又回过头去把它绑好，结果跳上去那个车子跳下来的时候后脚踩空，往后倒，后脑勺撞到水沟的水沟盖，台北马路都很多水沟盖，一撞下去的时候送到医院，新店的某一个大医院送进去，还有办法讲自己的名字，还有出生年月日跟身份证字号，要挂号。一进去以后就昏迷了，昏迷以后因为脑袋瓜充血嘛，因为后脑勺去撞击到嘛，所以呢这个脑袋瓜就切掉。我进去看他的时候，这里裹着纱布，一半不见了，做大手术他还是不断气，拖了七天还是不断气。为什么？执着还没放下来，还有太多东西放不下来。我去跟他的弟弟讲，我说你哥哥有什么事情挂碍？他说挂碍的事情多呢，平常在他家里啊，他老婆都不管事的，家里也是他打扫的，买菜也是他买的，银行存款也是他放的，放多少钱也没有人知道。他家我去过啊，在新店碧潭很漂亮，还去他家共修过啊。我当时还很赞叹说，哦，你这么好命，住这么好的一个乡村别墅，曾几何时，前后也不够是五六年而已，房子已经不是他在住的。那时我们去那边他家共修地藏经，我说哦，在这个地方打佛衣太好了，鸟语花香，
放眼看去都是绿油油的一片的森林，看起来好像很幸福啊，对不对？我当时真的也是很幸福，怎么那么幸福？他女儿又在新店盖建筑公司的董事长，盖高楼大厦。他这位后脑勺摔伤这个师兄的太太，那个师姐还问我：“哎，黄警官，你要不要买房子啊？我女儿在盖房子，卖你便宜一点。”讲完不到两三年，他也死掉了，老婆也死掉了。现在先讲他的师兄，后脑勺摔伤那个进去，我去关怀，根本没办法讲佛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听不进去，我一看就知道那个磁波乱成一团啊。我在关怀说，佛菩萨会给我们加倍加持。病人往走能不能听进去，我心里有数啊。听进去的，我都跟家长说：“哎，安呐、啊，台湾话叫做安呐、啊。”障碍很多，磁波不好的，我如果讲完，我就会跟王者家属说，恐怕再加油哦，多做一点功课啊，他放不下了，所以关键就三个字，放不下。放得下的话，意志识字，啊，临命终时呢，正念现前，意志识字，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。什么叫正念？老法师讲的，要断气的时候，对世间所有一切都不执着，那个心叫正念。这样会懂吗？谁做得到？要么就不放不下老婆，要么就放不下银行存款，还有好几亿都没有用到；要么就放不下小孩子，他小，小孩子不小会不会争财产？怎么办？我那个连友的哥哥就是这样啊，我这个有经验的，我说：“哎，陈兄，陈兄，你哥哥到底哪一条还没放下来了？”我说：“一定有卡住一条了，跟钱有关。”所以你看，人要死的时候都连钱都放不下来。那陈师兄才跟我讲啊，陈师兄现在也走了，我写那个《知苦乐华》就是纪念他，两三年前而已啊。我现在写那个《诸苦乐华》，很多人都喜欢看了，不可思议的感应，不可思议的一部经，《地藏经》，就《诸苦乐华》。我们讲堂已经出了好几版了，再版再粘，一直出去了，每一个人都要。啊，是什么因他？我们这位师兄的哥哥放不下，因为全家都他管的啊，菜也是他买的啊。房子是他打扫的，最重要的是银行存款是他管的，密码没有交代啊，钱放在哪一个银行他老婆都不知道啊。后来想出一个变通办法，他弟弟就是我连友啊，就去找那个银行经理过来，知道大概哪几家了，找那几家银行经理过来，所以你跟我哥哥讲一下，全部免除一切手续，你要办那个申请，要你那个款项，所以要手续嘛，免除那些手续，什么要印章啊，要密码，通通不要，全部这个钱都还给你太太。讲完他就走了，七天他就断气了，对不对？善人啊，大概顶多得到人生了、啊，再当个人没问题了。好。他往生的时候，他太太在抱怨，他说：“为什么我先生写我现在怎么这样就走了呢？”哎，隔不了一年，大概是因为失恋，他先生他得癌症了。第二年，他的太太也走了，也就是我的连友的大嫂也走了。再来轮到我的连友了，慧县来，陈居士他已经在。这个一年前走了，所以他太太一直到现在走不出来，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。他说：“为什么我大伯也走，我大嫂也走，我先生也走？难道家里风水出问题吗？”
他也是邪佛的，他把他怪到风水去了。这就是什么？你要了解生命的真谛，苦空无常无我啊，佛陀讲的真谛啊，就是苦空无常无我。所以讲世界苦人多啊，我刚刚讲那个幸福都到哪去了呢？乡下的别墅，还可以种田，还可以种青菜，还可以自己种水果啊，又学佛，会在那边念佛，哎呀多好。世界苦人多，有学佛是这样，那没学佛更惨啦、啊、跳楼都跳楼啊，吸毒都吸毒啊，纵欲的纵欲，酗酒的酗酒，变酒鬼变赌鬼一大堆啊。所以老法师说，真正幸福的少吃又少，前世有修行，今生福报特别大。我哥哥有个朋友啊，很有钱，90几岁了，印先生到现在还在。他本来是学佛的，乐善好施，跟我哥哥好得不得了，像同山道友一样。我哥只要有好处都叫他赶快捐钱去布施，要印什么经就跟印先生你来印经，要做好事印先生你要不要捐钱，印先生都说我喜欢跟你做善事啊。他这辈子亿万富翁啊，前世就是这样来的啊。好了，他大老婆死掉以后，人活到年纪一大把了，无聊寂寞，再娶一个太太，哈，娶的那个太太刚好好像是不是佛教徒，也不是道教徒，是另外一个宗教的教徒，那惨了，他不准他接电话，啊，也不准他再布施了，啊，印佛经也不要说了，啊，做善事也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行了，这也是苦啊。白太傅在讲下面这句话：愁醉会饮酒啊，悲饮不是歌啊。白居易毕竟呢、啊、是有善根、有慧根的、啊，啊，他忧愁不是说因为喝醉酒才忧愁啊，他纵使朗诵这些诗歌呢。自己听了也很感伤啊，就悲饮不是歌啊。本来朗诵诗歌是悲饮的时候，朗诵这个诗歌时自己是觉得很欢喜啊，但是感叹世间的无常啊。所以他说愁醉会饮酒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有苦乐忧喜舍嘛，我们总是落在相对待里面，有得失心嘛，有好恶对待嘛，有喜怒哀乐嘛，有七情六欲嘛，所以呢，白居易是因为他放不下这个执着跟情执，所以他才会接下面讲这个啊，愁醉跟悲饮，我们讲悲欢离合嘛，最后他讲这一句话。他说：“求是住此病呢？”他那个书签呢？唯欠独楞伽啊。后面这句很有意思啊！啊，师父啊，我怎么住这个心病呢？独楞伽，破你的执着，破你的妄想，破你的分别。等一下我们会介绍楞伽，楞伽经。啊，所以佛陀在讲楞严经。讲楞伽经就是要破你的执着，所以叫破妄显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说开慧的楞严成佛的法法，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一首诗歌呢，其实是白居易的一种感伤的这种诗歌、哦、那么这个岁时呢就是一年啊，一年。那么这个刚才讲楞伽经呢，这个他
他整句的这个原文呢叫楞伽阿巴多罗宝经，简称楞伽经，它是大乘佛教中其重要的经典，既是法相唯识中的根本经典，也是中国禅宗开悟圣人自我印证以及悟后起修的依据经典。我们讲自我印证叫印心，那怎么印心呢？比如说六祖大师挑柴到客栈去给客人，客人送金刚经，六祖大师不认识字，他送到印无所字而生其心，六祖大师豁然顿悟，相应了，契入了，他开示悟入佛之佛见，我们讲说信解行证，他证入了，他真正做到了。怎么个印证呢？怎么个印证他已经做到印无所住的生其心呢？他刚去跟他师父见面的时候，他师父叫他到大寮去冲米，去修湖，去种湖田。他不是跟他师父讲，无主讲吗？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即是福田啊，他不讲这些话吗？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我念念都是智慧呢，那不就最大的福田吗？所以他在大寮聪明的时候，小沙弥在朗诵神秀大师的记忆，身如菩提寺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佛事，勿使惹尘埃。他跟小沙弥说这没见性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自我印证。他如果没有开悟，他怎么说这个没入门呢？就像五祖在南廊壁上看到神秀大师写这个偈，他说这没入门，为正方知，为佛以佛方能究竟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为什么叫悟后起修呢？你比如说言教初行为的菩萨，言教初行为的菩萨，大圣言教初行为的菩萨，他是开悟了，但是还有很多毛病习气还没断哦。所以言教初行为的菩萨，他虽然已经开悟了，可是他初信到七信，他是破见识后。那言教的八信、九信、十信这三个位次破尘沙后，所以言教里面十信、十智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、妙觉52个位次，言教初信位。他算开悟了，但是呢，他还没正法身。他必须靠这个言教初信到实信，把见识壳拿掉、破掉，再把尘沙壳破掉，把粗的烦恼断掉叫见识壳，把细的烦恼再断掉叫尘沙壳，两个都断掉了，入言教初住位，就是破一品根本无明。分正一分法身，叫分正佛。所以悟后起修的意思就是他开悟以后啊，就像六祖大师他开悟以后，他不是挑柴到客栈，刚才讲的他听到人家诵金刚经开悟了吗？后来他就到五祖那边去求法啊，五祖后来跟他印心，六祖大师写记忆，菩提本无事，明镜亦灰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最后他师父五祖到大寮去看他，他说米熟了没有？他说米早就熟了，等你来衰显。他师父啊，五祖就在地上
用这个杖啊敲三下，叩叩叩，三更啊到我寮房来。六祖就晚上三更啊到他师父房间，他师父就用金刚经跟他印心，袈裟周围。六祖跟他师父报告，那开悟的那无所计者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本不动摇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。前面是讲体，后面讲用。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日常生活六根接触六尘都跟他有关，能生万法。他师父把袈裟跟衣钵传给他，授他为第六祖，驾船送他到南方去。哎，六祖大师已经开悟了，他还到猎人堆做了15年，度那些猎人，最后才出来想去度化众生。听印宗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两个比丘在那边对话，轰动欢动，两个吵得不休。六大师说：“仁者心动。”两个吓到了，哦，这个开悟了。那到底是轰动呢，还是欢动呢？六大师在旁边说：“不是，仁者心动，就是你们心动。”两个吓得赶快去报告印宗法师。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咱们这个开悟圣人印宗法师马上下座，礼请他升座说法，拜他为师，反拜为师。所以净空老法师非常赞叹印宗法师，他说他是菩萨示现的，表演的，菩萨在表演。这叫什么？悟后起修啊！六祖这是大彻大悟哦，他都还要到猎人堆去帮猎人啊，15年，何况你只是悟后起修啊，还不是大彻大悟啊？六祖大师是明心见性哦，那境界差很远哦。他六祖大师他明心见性就等于分正佛、哦，最少分正佛，言教出诸位的菩萨。所以呢，初祖菩提达摩大师以此经典连同佛钵祖衣一并交付二祖慧口大师，以为传法印证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提到菩提达摩就是达摩祖师，跟这个二祖慧口大师，我刚开始学佛的没多久啊，就看这部电影啊，看了好几遍都很感动啊。第一次看的时候啊，就几乎都是快流眼泪了，非常喜欢啊，而且非常喜欢慧口大师啊。那最感动的一刻就是二祖断臂求法啊，这个二祖呢，他那时候叫神光法师啊，他前往少林寺呢，要参见达摩祖师。请他开示呢无上禅理。当时呢，达摩祖师在那边面壁9年，他事实上在等二祖。那二祖神光法师呢，他要跟他求开示无上禅理，但是呢，达摩祖师一直始终端坐面壁。那个演电影是比较特别啦。那个嵩山少林寺的小沙弥还拿东西故意刺这个达摩祖师，那个真的砰还会弹回来，有没有？要看电影的很有趣啊，那小沙弥调皮嘛，妈妈扎一下针，砰他又弹回来，然后以为送那个饭啊，他以为那个钵饭吃的，结果都不是，他没有吃，他残劣为食入定了，那水吃掉，有些小沙弥说啊吃掉了，不是，是老鼠吃掉了。
那部电影真的很好看，很有意思啊。那么神光法师心中就想着啦，他一直在那边变，因为达摩祖师一直变壁嘛，他想跟他求法。他说：“昔时古人为求无上道，敲鼓起水，尚且能够吸鼓刺血以济饥饿，步法烟泥，立佛行走，投身悬崖，为是糊口。”就是佛陀他当时在菩萨因地的时候，他都能够吸鼓刺血，就是用他的鼓做笔，用他的血做墨汁，来印法宝经典跟大家结缘流通，来帮助这些饥饿的人。布瓦烟尼就是佛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菩萨的时候，善会童子的时候，当时佛要去弘法，要去说法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，布瓦烟尼就是地上呢都是啊这个湿湿的那个泥地嘛。那三位同时呢，就释迦牟尼佛呢，他就用那个长筏趴下去，长跪盖住那个这个泥泞的地上，让佛要走。所以佛到那边的时候非常感动，啊，这样的一个大布施，就给他摩顶受记，将来成佛，佛号释迦牟尼，这叫做布法烟尼，让佛可以走。那么投身悬崖呢？啊，这是我们刚刚讲的雪山通识那个意思，那个记忆。那卫士虎口呢，是一只老虎跟小虎，好饿得不得了。那佛陀就是舍身喂虎啊，勾臂喂鹰呢。那么这个经过这样，他这样跪了九年以后呢？慧可大师在那边呢，想要求法，后来他断臂求法以后呢，啊，达摩祖师呢就为他呢说法。那当时说法，玄光法师呢就跟这个达摩祖师就说呢，啊，因为他以前当过将军嘛，砍砍杀杀造了一些业嘛，所以二祖慧可大师一直觉得内心不安嘛，他就跟他讲，他说弟子心不安。达摩祖师就告诉二祖说：“将心来以汝安。”翻成白话说：“你把心拿出来给我，帮你安。”二祖回答说：“米心了不可得。”因为他在跟他讲说：“将心拿来，我帮你安。”哎，他转了半天，心在哪里？在说话那个就是心啊，弟子心不安啊。他讲心不安的时候是妄心啊。妄心放下来，守妄归真，狂心歇，歇即菩提。你放下那个执着，那个就是菩提心呢。反照你这一念心呢，结果呢，二祖说呢，迷心了不可得，我找不到心呢。达摩祖师说：“以汝安心静，我把你心安好了。”这个祖师跟徒弟对话高来高去的，以汝安心静怎么讲？他已经迷心了不果的时候，已经破了执着了。当时二祖呢，已经破了执着了，他见到心了。达摩祖师知道，所以才说以汝安心静，我帮你安心了。当你执着放下来，那不就安心了吗？你心就平等了吗？就入不二法门了吗？你不安是还有一个我不能安的我的心，还有所不安的东西啊，还有能所啊。当你打破能所入不二法门了，你心就安住了。安住在哪里？安住在三昧里面呢，定慧等持里面呢。啊，所以呢，当时达摩祖师为他印可传给他一波，然后呢一部楞伽经四卷传给二祖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，哦，
禅宗的故事。那么接下来这个物请小可恋，真意老多痴呢，这个是也是白居易他所写的一篇文章呢，是论龟楼。那么他有一个侄子呢，六岁，名字叫阿龟。那么有一个女生呢，年纪呢是三岁，名字叫罗尔。那么一开始写讲话的时候呢，一个是开始写讲话，一个呢啊，这个能够朗诵诗歌，啊，那么跟白居一起玩呢，朝夕以报我主呢，啊，就会抱了这个啊白太傅的这个腿，夜敏枕我衣呢，那么晚上玩累的呢，啊，就躺在他的衣服旁边呢，啊，把他衣服当成枕头。如生何其晚呢？我怜心已衰啊。那么白居易感叹这个岁月不在呢，啊，他说你生得这么小，那我年纪已经很年老体衰了，我怜心已衰，所以他才解释这个说呢，物请小可恋，人亦老多痴。物请小可恋就是对世间这一切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众生呢总是比较迷恋的，我们总是放不下这些东西。比如说有些当过局长的，当过署长，当过部长的，你真的叫他下台的时候或是退休的时候，他念念不忘啊，他没有办法忘怀那一种前呼后拥啊，众人之上的那一种权力的满足啊，对这个世间呢，他总是没有办法忘情，这叫物请小可恋。人亦老多痴，人到老的时候呢，那心地特别慈悲，也柔软。人生啊，历尽沧桑以后，挫折一多啊，很多东西啊比较放得开，也比较能够包容，所以心地呢啊特别的慈忍，这叫人亦老多痴。那么接下来白居易就说了：“酒美尽兮坏啊，再好的美酒呢，放久了它终须会坏掉啊。”这表示呢，万物呢成自坏空。那月圆终有亏呢，表示人的生老病死。啊，那么接下来他就说呢：“一如恩爱言呢，浓是呢啊烦恼之。”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分飞。就是讲这个，一如恩爱言，浓是烦恼之。几世同时脸呢，无安能去之。几乎芸芸众生呢，都没有办法跳脱这个八苦，生老病死，求不得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五阴四生。那怎么样可以离开这样的一个轮回呢？离开这个苦乐忧喜舍呢？你只有出三界了生死。那怎么出三界了生死呢？你要破我执，像阿罗汉一样；你要破法执，像菩萨；你要破根本无明，入一真法界，像佛一样。你就能够怎么样？心就能够安住在三昧里面。你就心安了，啊，这叫无安能去之。所以这个物情呢，就是世间的五欲六情、五欲六尘、五欲六尘。那么可恋就是很可爱。那么再下来呢，这一个281页的这个独自矮然，这个矮呢，就是温和和和善的意思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来把它解释白话。于铁桥说呢，孤寡是人生的不幸，老幼呢是人生都必须要经过，连老年跟幼小都是人生必须经过的过程。所以呢，今序尽怀，所以怜悯周济，尊敬关怀，这些呢举动呢，也是自然而然我们应该去做的良心
这叫做自然而然，自然而动之良心。如果不是天下最凶狠的人，是没有人会把凌辱这个孤独，就欺负孤独的人，逼迫这些寡妇鳏寡来欺负老弱幼小当作乐趣啊。然后周文王的施政也只不过是要哀耻穷独啊，要哀怜孤单无依的人。孔夫子的志愿呢，也不过是老安少怀啊，老者安之，少者怀之啊，朋友信之啊。老安少怀，让老年人得到安心，让幼小得到关怀。为什么？因为善心是很容易生起来，但是善事要做到圆满是很困难的，都会有障碍的。没有能力的人，本来就应该要尽心尽力去做；有能力的人，更应该要切切实实，要做出一个哀怜周济的事实，并且呢，要亲切的去完成尊敬关怀的工作跟功夫，不可以只有嘴巴说说，不可徒以方正摄者，就是嘴巴说说，有心去做，来搪塞敷衍了事。那么白居易《白太湖诗》中说呢，春天的时间都很短暂，而世间苦恼的人总是较多。又说呢，对物的感情呢，刚开始是值得怀念的，对人的情谊呢，到老的时候更觉得仁慈。仁者的言辞呢，就是指白居易啦，让人家阅读以后呢，总觉得很和悦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呢，我们来报告净空老法师对这个金孤续寡、敬老怀幼的开示。老法师说呢，这个金孤续寡、敬老怀幼呢，虽然出自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但是呢，《太上感应篇》虽然也是道家的书，包括这个《文昌帝经》《阴之文》，这都是属于道家的。那么《了凡四训》呢，是儒家的。老法师说呢，其实这两部经呢，印光大师呢弘扬的特别多。因为有些人呢会认为说，《太上感应篇》跟《阴之文》还有《了凡四训》呢，啊，这些道家跟儒家的东西呢，我们学佛为什么要学习呢？净空法师说，这是成见。哎，这真的是这样哦。我讲这个网络电视啊，《感应篇》汇篇啊，我就有一个学佛的一位前辈啊，他说你为什么要讲那部经呢？啊，我就问他说，啊，为什么不能讲这部经呢？他说那是道家的呢。你看吧，成见呢。啊，我特别把这个问题请教老法师，老法师说他有法子，因为这位前辈跟我讲说，啊，你研究这个深入这个《太上感应篇》，那你将来下一次成愿再来说，你会投胎到道家去啊。你成愿再来，随力化身嘛。随力化身，你看视线什么？你想视线军人就视线军人嘛，你想视线警察就警察嘛。因你和身得度者，即现和身而未说法嘛。你怎么还没有成愿再来，就先下了说，那会跑到道家去，那就是障碍啊，对不对？老法师说他有法子，老法师说这有成见，有门户之见，这是迷而不解。他说觉得以后呢，跟佛说的一样啊。为什么？佛的法印是什么？佛的法印就是四句句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之佛教啊。他说这十二个字就是佛的法印呢、啊。那你看《太上感应篇》《阴之文》是不是符合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呢？啊，如果是的话，那它就是佛教了，那还有什么差别呢？他说我们应该要学习，要尊重，要把它看成跟佛经没有两样啊。
更何况大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因你什么身得度，佛就示现什么身啊，因你道长身得度，佛就会示现道长身而为说法。你能说道教里面这些长者难道没有佛菩萨示现吗？所以佛教呢，老法师说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它的的确确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，做得最圆满，做得最真实，我们要体会得到，要明了。所以呢，这一个金箍续寡，敬老怀幼，虽然是出自感应篇，太上感应篇的法语，但是跟佛经讲的大慈悲心没有两样啊。你只有大慈悲心的人，你才有办法金箍续寡，你才有办法敬老怀幼啊。那大慈悲心是什么？是菩提心呢、啊？慈心、身心、大悲心呢、啊？那大悲心的人才做到这个境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境界，太上感应篇讲这个法语，事实上就是佛经的境界。你用这样的角度去把它契入，就没有佛教跟道教的差别嘛？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嘛？法法就平等了嘛？那你就入平等法界的嘛，那你才会跟般若相应嘛。所以你要好好去体会，不要被这个文字所障碍，我们叫做所知障。啊，我们学佛呢，总是这两个障破不了，烦恼障跟所知障，那这就是所知障之一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啊，就讲到这里。如果讲到不妥之事呢，请各位同修大德批评指教。阿弥陀佛。